小强，接下来的见面会对我们很重要，这点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打算把重中之重的环节交给你来做。毕竟，你对我而言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不要怀疑你自己能力，也不要怀疑同事能力。我让所有人帮助你，一起去行动吧！Go go go！Move move move！